的话，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连结，好，这里那相关的我们的补充资料、讲义，还有要下载的东西都在这里，好，所以这个网址一定要记起来。那点进来之后，里面就是有 YouTube 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网页设计部分，第三阶段就动画制作。那实际上我们一个学期哈，实际上可以学很多东西啊，只是说非常的紧凑。那各位也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有些东西哈，要回去就先把它稍微看一下，好。那因为我在这些课程呢，之前也上过，我们前几个学年都有开类一样的课程，所以如果你要看之前的课程的话，在我部落格里面也可以找得到，那也有完整的影那个录影啊，录影档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我也都有放啊。那第一阶段是 YouTube， 第二阶段的话呢是 Dreamweaver， 那里面需要这边有一个实用级的题目档，它是一个 PDF 档。那请各位哈，如果我们 YouTube 在这个阶段课程上完之后，下一个阶段就是做网页设计。那请各位先把这个题目，把它看能把它下载下来再说列印会比较好，因为你如果说上课的时候没有纸本哈，其实也会比较不方便的。建议是把它印下来哈。OK， 当然如果说你有平板哦，像现在有些同学有平板，那你如果平板直接把它放在平板里面看也是 OK 的，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有点麻烦，因为你要切来切去不太方便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是试题，那需要用的一些相关的档案我也是把它放在这里。那在下一个阶段是 Flash 动画哦， Flash 动画，那动画里面这个也是一个题目，那基本上呢这些都是证照考试的题目。那证照考试的题目哦，它当然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它又可以当成是上课的范例练习，那就是说将来如果各位想要考试的话也可以去考试。那这个部分呢不硬性强迫，不过我是蛮建议，因为你们的学长姐毕业之后呢到了职场上面才发现说啊，原来那个面试的时候呢如果有几张证照会很有帮助，而且这些是感觉上应该是蛮必然性的，因为你们的履历表上面真的如果你们是毕业新就是社会新鲜人的话，那没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在上面，只有一张文凭的话，我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够。尤其是念的是那个中文系的话，那中文系基本上它比较不是属于实用技能的科系，所以呢相对的在那个找工作上面呢，其实是属于弱势的一群，因为大部分定义就是认为中文系好像技能上面会比较欠缺一些，因为其实实际上在那个工作上面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好像中文系都没有教到，反而是其他科系在比如说像电脑的知识啊，或者语言能力上面这些都职场上必备的，好，那可是问题这部分没有，那你就比较弱。那假如说你有证明文件比如说像是证照啦，其实就是一个证明文件，它证明说我就是会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属于那种第三方比较公证单位的一个签署，好，其实就像说你们的毕业证书一样啊，也不过是一张纸嘛，上面只是几个人校长院长好在上面帮你签名盖章给你，表示说你是通过，那只是说一张证明文件。所以如果说你可以证明你具备有这样的专长的话那其实什么样的证明都可以，就像说现在有些工作呢，甚至要什么推荐书，要老师的推荐书，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人物的推荐书，那也是一种认可，表示我推荐你，那你是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个用你的那老板会来找我退货，好，变成说我要负这个责任。就像学校也是一样嘛，为什么现在大家毕业的时候还是会看学校哪个学校毕业的？那基本上那个学校基本上就是有点像什么品质保证嘛，OK。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的部分的话呢，在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 YouTube， 它讲义在那我需要用的是工具程式。工具程式里面的话，等一下剪辑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什么，这边有两个，一个是5跟6这两个我想你都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那我有时候会用建议应该是用6好了，先当一下6，因为6的版本比较新，应该基本上呢只要是影片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剪
好，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个6的版本把它 download 下来。那下载这个我想也非常的简单，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再把它解压缩这个档，然后把它这个有个下载。好，那下载下来之后，因为它大概 12.6 mega， 好，需要一点点时间。那它是一个 ZIP 档，所以呢如果你是用那个 Chrome 下载之后的话，在它旁边有个箭头，在资料夹中显示，好，在资料夹中显示，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个快速剪辑，你就把它按右键，这边有个 7ZIP 解压缩字词好了解压缩字的话，这个是会增加一个资料夹，好，你把它解压缩字词 7ZIP 好，那解出来之后的话，那各位可以看到解压缩字词之后的话，在你的桌面上应该会看到，因为我现在的路径是在桌面上面，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呢？也没出来。再一次这个按右键 7ZIP 已经有了右键，干脆解压缩这个，解压缩到资料夹好了 OK， 它会产生一个资料夹也已经有了在这里了 OK， 那解出来之后它是一个 EXE 的档案，把它打开来，打开来之后的话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数位的剪辑，而且这个软体好处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它不需要安装；第二个的话呢，要剪辑非常的容易。等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软体怎么使用快速剪辑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